就是死亡是吧？就是呢，刚刚他们那整好了在插电。很好看的。嗯，灯光。嗯。因为它有电阻灯嘛。嗯。我老花了一千，这是一个低压的直流的。品质的话，它是抽检。抽检啊。品质的话，它是抽检。放进去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吧？哎、然后就是，转成这样的一个，等于是正常的成品了，对吧？这个是成品大一点，嗯，还有一般的包装。